朋友你好，以后我们全家人吃油就靠它了。这台小型多功能榨油机，它可以压榨大豆油、花生油、芝麻油、核桃油等十几种油料，而且自己榨的油要比隔壁买的更加纯正，吃的也更加放心。如果你也想让全家人吃自己榨油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。